六位，不笑是妖怂的，微笑是等待好像上场的文哥忍不住的雀跃、可盐可甜吧、有请是他是他就是他，那就是小哪吒严浩翔。枕头下的童话书，私自收藏的情书，少年的我想倾诉什么感触。文哥马上开口说话，企图引起好像的注意，选我选我，可怜的小眼睛眨巴眨巴，期待中。故事拉开序幕，星光拨开最神秘的雾，一起走进寻常无辜，迫不及待去好像身边。谁在哭？月光停住窗外的植物，文科偷看，不用把眼睛睁那么大。谁会救赎我孤独？好像帮马哥戴眼罩，而文哥的反应，看看自己的眼罩，试图引起注意。这么大的兔耳朵，怎么可能会戴反了？这东西怎么这么难戴啊？快帮我戴，快帮我戴！这酸溜溜的小语气。哈哈，顿时就急速转头，暧昧的火苗可能从这时就开始了。异曲同工的瞬间，顿时就转头，欲戴弥彰。看清摸手，文哥你真的很会。通过舌身感受拉扯，绝了，舌只是传达暧昧的戒指罢了。开始确实疑惑，这只手是文哥还是兵哥？是文哥的正举一，手很累很大。二，手臂带动文哥披风。三，你的衣袖是衬衣解长，文哥手臂衣袖短。文哥，看我强颜欢笑，嘴角的笑，他不是笑，果然垮掉。蠢蠢欲动的手，又想以蛇传情，果然动手了。又想贴贴，文哥你给我控制一点。